爱情不被谁看好，别人的看法在爱情当中重要吗？这段爱情又遭遇了一些什么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谋27岁，来自吉林水电工；女嘉宾小松22岁，同样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怎么认识的？我俩是一开始是在那个网吧里认识的。第一眼嘛，觉得那个就是被那种她的美一下就所征服了，也是想偷偷那个知道她联系方式嘛。然后她上机的时候，我那个就在她身后偷摸把 QQ 号给记下来了啊，完加她好友，跟她那个进行就聊天嘛。那时候一开始我刚追她的时候吧，也是真的也是挺困难的，你知道吗？因为她那个那帮闺蜜还有她那帮朋友啥的，也都是不太看好我俩嘛，各种阻碍吧。完就是说那个跟她说嘛，说那个我咋咋地，咋咋不好。其实我那时候我就为了表现那个我真的是挺喜欢她的，我就一直对她那个各种好。完了慢慢的，她也有一些朋友看到我对她真的挺好的呀，完了就是也接受我俩那个就在一起。行，这么说吧，你追了他多久？整整是一年。那现在这个谈恋爱谈到现在是多久了？2年多，今年快3年了。我看那个小片是你现在想跟人家分手是吧？对。你害怕了？嗯。就为什么你要跟他分手呢？因为在我刚跟他认识之前啊，就是他那个认识了一个哥哥，我给起个外号叫宝宝哥。为啥叫宝宝哥呢？他那个真的特别烦人，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他那个女孩子嘛，肯定爱那个就是在 QQ 里边发一些动态呀，就是什么像说，哎呀，我今天那个比较辛苦啊，我今天比较累啊，怎么怎么地的。完了，他那个可倒好，在底下来就，哎呀，宝宝啊，你怎么了啊？宝宝，你是不是累了？我跟你过去捶捶腿吧，宝宝啊，宝宝啊，哎呀，这宝宝叫的、啊。完了，他朋友那可倒好了，哎呀，这男谁呀、啊？是不是你对象啊？哎，叫这么亲密呢？现在人不都自己把自己称为宝宝吗？不管老的少的，年龄小的，年龄大的，都这么叫啊。啊，什么例如那个，哎，宝贝辛苦了呀，哎呀，那个宝贝委屈，只是不想说呀，都这么叫，我也这么叫自己啊。可是他那个管你叫就不对了呀。我跟你说一下，就是真的特别烦人，你知道吗？我俩毕竟有时候那个得需要那个约会嘛，就是单独吃个饭呢，看电影啥的，是不是？这也很正常的。但我俩一吃饭看电影，他哥就不知道从哪能冒出来。就是等于你们三个人的约会和电影是这意思吗？哎，对对对，差不多。哎，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吗？他哥哥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之后，完了他就是为了陪他哥哥嘛，就把我扔那儿了。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你当成亲人。你说我哥，我就拿他一个当一个外人，千里迢迢坐两小时车过来找我，然后你说我不见他吧，你说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你会包容我，你会理解我，所以说，我才同意跟我哥出去，然后过后再找你去。哦。乖，你这过后也太晚了呀，好不容易见你一面，那都没等见着面呢，你就陪你哥去了，你整的最后再见着面的时候就得是第二天了。我后来不也是那个跟我哥已经说这事儿了吗？我说以后就是别那个不提前联系，你就直接过来打扰我生活嘛。然后他说也同意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你说他这哥就多客气啊，就有一回他生病了，就是病的都不行了，那个在那个什么叫病的都不行了，完了他那个就是咋的呢，已经那个下不了床。他是他哥病了还是你女朋友病了？我女朋友病了、我女朋友病了都不行，就是咋说都在床上都不行，翻山打滚的都不行了。因为我在外地嘛，几千里之外，那都想赶回来的话也得是一天一夜的。当然我也挺着急的，我说给他朋友打电话吧，都是有的一些忙的，有的一些正往回赶的。完了我当时就想起他哥来了，我就是给他哥打个电话吧，过去看一眼，你帮他送医院去吧，行不行？完了他说啊，不行啊，我现在上班呢，怎么怎么地的。你说就像这样哥，你还能跟他接触吗？那谁看人也不能那么准呢，那我看错了，我要知道他那样，我还能跟他那么好吗？哦，那这哥现在还影响你们的生活吗？没有，他现在已经就是淡出我俩的生活了。就因为没送你去医院就淡出生活了哈？没有，也不能说是淡出，还偶尔联系呢。那就完了吗？没事了，不是过了吗？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是，关于他这哥一整就是当他面说我坏话，完他连反驳都不反驳啊，不反驳不反驳呗。你觉得他坏吗？你觉得我男朋友吗？啊、我觉得男朋友，我觉得他挺好的呀。那不完了吗？你管别人说什么呢？可我一说他哥坏，他就跟我急啊。他现在不是不跟他哥太联系了吗？怎么不联系呢？刚才不是说不怎么联系了吗？是不怎么联系，但不代表他不联系啊。要求还挺高，我还挺较劲，不是你那个时候叫人家送女朋友去医院的时候了。不是，你知道为啥我这么说吗？因为我有一回我也生病了，你知道吗？完了我打电话，我说我生病了，给你打电话那个陪我聊聊天行不行啊？我说我这个现在给医院的，我就想让你陪我聊聊天，我也不指望你过来，我陪我聊聊天吧。
然后他给我来好说那个，哎呀，我跟我哥那次去溜达呢，那个你等会儿吧。我一听我就急了，我说你哥重要我重要。完了他就夸把我电话挂了。我再打回去之后，人他就给我来这一话，哎呀，你能不能别打了？你烦不烦呐？你到底想咋的呀？可好了，人给我来一话啊，你要再不行的话，咱就不处了。给挂把电话给我挂了。整那电话之后还得我向他赔礼道歉，我说哎呀对不起啊，是我错了咋咋地的。你愿意呀、啊？那时候你打电话那么频，你说五分钟打一个，五分钟打一个，然后我哥那边说，按说你对象可真是的啊，人家定时查岗的，五分钟查一次岗。不是我查不查岗关他啥事啊？他给你拉的乌乌想干啥呀？我那时候想跟他解释的时候，但是你这电话打太频了，我没办法解释，你电话再来，我哥那边一说，弄得我也挺不高兴的。行，别说你哥了，也不是个哥，叫的那么亲，就说那个男的吧。你们确定你们俩在谈恋爱吗？嗯。我他那哥还跟他表白过，你咋知道的？他跟他聊天记录让我看到了。你怎么会看到他聊天记录呢？他经常翻看我手机，特别侵犯我隐私。心里不踏实是吧？那我能踏实吗？他跟哥都那样了都。都哪样了？一口一个宝宝的，还想咋的啊？行，这就这一个哥吧？还有呢？一共这我只是跟你说这么几个例子而已啊。我说就说例子。我是问有几个人，几个这样的哥，还有挺多的。那你再给我举一个吧，这叫宝宝哥是吧？啊，对。还有其他的哥吗？还有一个出去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啊、那个也是他哥啊。那个不是我哥，那只是一个工作关系的。那咋不是你哥呢？他只是一个幼员嘛。啊。年龄比我大的那都叫哥呀，那怎么算？那是大一点嘛，都快赶你爸年龄了。你二十七，那人多大？啊，比我大那么几岁。那不跟你一样吗？十几岁。啊、哦，十五行吧，接着说吧。完了，那个更可气，你知道吗？啊、嗯，可好了，你上一个哥也就顶天叫个宝宝拉倒了，对不对？嗯、这哥可倒好了，直接上来那个，哎呀，他俩聊天有时候就是，哎，亲爱的，你干嘛呢？有没有想我呀？哎，我想你了，怎么地的？我聊天就是那样，我平时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呀，我跟谁聊天都这样。不是，那你挺好玩的，你说一个正常朋友聊天，你说行，可以叫亲爱的，你说那想不想？真的，我都能理解。你说那都讲话了，完事了，你就来一个么么哒，那啥意思？么么哒，你还不好么么哒？完了，那男的来一句啊，那个晚安么么哒，完他来一个啊么么哒乘二，完他来一个么么哒乘三，一路乘到十，你直接乘到四方，那多快呀！现在聊天不都喜形么么哒吗？我当时就觉得挺好玩的，也没想到被你看到了，不就那么一次吗？不是，那你是不是当时答应我说你不再跟他那个来么么哒了？对呀、啊。那你之后咋还聊呢？我就觉得这聊天根本就是，你说你本来看我的聊天记录就是你的错啊。不是，那你告诉我，那你说你跟你哥一整晚上，就有时候一开始是挺那个正常的，出去那个说啊，我出去那个干活做兼职啥的，我一个大学生那出去做兼职，多阅那个经历一下那个社会阅历啥的，不也挺好的吗？完了，可倒好，一开始是出去做兼职，到后边就得改成吃饭了，看电影了。一吃饭看电影，就晚上十一点钟、十二点钟才回来。我俩出去的时候就挺晚的，出去吃个自助，吃的时间有点久啊。现在自助都很……跟那个业务员。啊、哦。我有时候讲话了，我就挺担心他的嘛。完了，我就是给他那个家里边楼下啥的，我就等他。我从下午四点多钟，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平时下班都是四点多钟嘛。完了，我回去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也挺担心的。这打电话干打不接，我就上他家楼下等他去。我说这怎么回事？我就给干等，等到十一二点钟，可倒好回来了，他俩回来了，一块走回来的。哎，那头讲话看到我连声都不招呼，完了在我面前就像那个情侣似的，夸夸走过去了。我得像一个路灯似的，给人家瞅他俩。当时特别尴尬，我见到你我不知道说什么、完了最令我可气是啥，他俩分道扬镳之后回来了，见我第一句话，那个你正常说谁对象不得问一句，哎呀那个怎么了，你这给家待的冷不冷啊，累不累啊，待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得问问这些最基本的。他来一句话，哎呀我累了，我困了，太晚了，我妈那头该担心了，回楼上了。你知道那头你妈还担心呢，你就不知道我担心你呢。你当时不也让我直接上楼吗？说别整我，那不也是生气吗？ 我还说让你早点回来，你咋不早点回来呢？我还有一回就跟他那个哥哥所谓的那个他说那业务员去一趟那个长白山去玩去了，玩的时候跟我说咋跟我说的，说那个啊我跟我姐姐出去玩的，我说行你跟姐姐出去玩那个玩开心点，之后我那个跟他姐一聊天，我说那个跟那个我对象出去玩咋样啊，他姐说不知道啊，我没有啊，我后边我一查他手机可倒好了，跟他那个就他跟他那个业务员哥哥那个出去玩去的。我俩那次是去那个有点事儿去那谈业务去了，你说我俩出去我告诉你的话你肯定失速啊。
不是，那你回来的时候你为啥不肯跟我说呢？你说你天天查我手机，然后总担心我这个担心我那个的，还一时候就总那个跟踪我，这不是都是你干的事吗？我那叫跟踪吗？我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我那都给你那公交站点等你，我那等你回来，跟踪你是从家里边出来一直跟着你，那叫跟踪。再者说了，有必要你跟我撒那个谎吗？我觉得在你身上总是那些束缚我的一些条条框框，你总是这个不让那个不让，你给不了我的，那我肯定是说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束缚啊，然后我觉得跟他们能在一起产生精神上的共鸣，我觉得很开心啊。啊，精神共鸣，你讲话你就有必要跟他出去玩去。我是不是事先我跟你说，我说那个讲话咱俩出去玩行不行？你咋跟我说的？我觉得跟别人在一起玩很开心的，很放松，很自在啊。跟你在一起并不是。哦、我咋约束你啊？我是不让你干啥了？你现在这样咄咄逼人，你现在就是这样，你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你说让我平时咋跟你玩？我那么也是关心你吗？但是你的这种方法让我接受不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你要分手对吧？对呀、啊。是你不想分对吗？嗯。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你看精神上他跟你是没共鸣的，你宁可跟别人去玩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又这么束缚你，他提出分手你应该欢天喜地啊，解脱了，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恋爱这段时间就挺不容易的，本来在一起就很坎坷，我当时也是鼓起很大勇气跟他在一起的，然后他这两年来的一就是点点滴滴的关心，然后就是让我很感动，就是每次他对你好，对，特别好，你舍不得他对你的好，嗯，但是你愿意跟别人玩，因为那样玩得开心，是吧？其实如果我男朋友要是没那么舒服，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那些哥哥的事情然后跟他分手啊。啊，我并没有觉得影响到我俩之间的感情。真想分手吗？真想。那分了不就完了？来我们这儿干嘛呀？可我也舍不得。不想分，对吧？分手是说出来吓唬他的，是吧？是还是不是？也是也不是。分就别来了嘛。说实话，真的，我追挺不容易的，而且难得有个这么喜欢女孩。对，你们俩这回答都特别有意思啊，并不是因为爱而分不开，一个是因为她对我太好了，我享受这份好离不开；一个离不开是因为我追得太不容易了。哎呀妈呀！行了，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年轻漂亮的女孩认作妹妹，没想法，100个人说我110个不信。男女之间有纯正的友谊吗？极少，特别在青春年少时，没有点非分之想是绝不可能的。我想这个道理你也很明白，你只不过揣着明白装糊涂，认这些哥哥也一获得大家对你的情感上的愉悦，可能还有点小虚荣心。说实话，如果我是你男朋友，嗯，我早走了。反过来说说小伙子，爱情是什么？唯一啊。女朋友是什么？只属于一个人，这是人类所有的爱情的准则， 对吗？对啊，主持人你都说了，那都讲话，那都爱情是属于唯一一个人的，那干嘛整那么多哥哥呀？整那么多哥哥你走啊，你居然能忍，这事儿我不能忍。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舍不得他，因为他年轻漂亮，你居然就因为这个就忍了。因为我爱他。你爱他，所以你能忍耐他的一切，哪怕他到处认哥哥。爱有这么宽容吗？别当那种让人瞧不起的男人，也别侮辱了爱情这个词。徐总，什么样才能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基本上能满足你几个条件。第一，踏实；第二，开心；第三，很放松；最终一点，你就特别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状态，所以才会跟他在一起。所有的异性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就是这样，缺一不可。嗯，缺了就是不纯了，就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给我买东西啊，你可以给我房子，你可以带我去等等等那种高档场合，如果只是这些的话，那不是爱，那是利用。
你再把这个标准套在他身上，看看有没有那种感觉，看看有没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我那种状态，别人们羡慕我，我自己也开心放松，我特别想跟你聊天，我们可以聊很多东西，聊不完，有吗？跟他有吗？如果有，如果真是你现在的眼泪，现在觉得有的话，不要跟那些哥哥再去来往。真是有的话，你可能真心还是喜欢这个人，喜欢这个别人都不看好的这个男人。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贪婪，太自私。他肯定是不可能有很多哥哥给你的那些那样的时刻，但是要学会放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满足你所有，不可能。但是你要关键找到几点，你就要认。如果你跟他，你就要放弃很多东西，甚至是别人的非议，甚至于真是对你的诱惑。但是前提是你的心一定要在他身上。真爱是随心而动的，就这样。好，谢谢，谢谢徐哥。其实我特别弄不懂一点，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个男人的话，你说别的男人叫你宝宝，你不恶心吗？我拒绝他了，后来。啊？我拒绝他了。但是你刚刚明明还在辩解说聊天就是这么聊的呀，你回答我，还是你很享受？嗯。只是我可能我不太女人最起码应该有一点点自尊，就是你如果没有男朋友你就算了，你有男朋友或者知道有个男人在死心塌地对着你，对于有些男人明明显显在吃你豆腐，不管是从语言上还是从别的，你不可能，你不可以说你是很享受或者聊天就是这么聊的，你应该觉得恶心。如果你不觉得恶心，我才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其实在一开始你跟那些哥哥比起来也差不多，你也是冲着容貌去的，冲着容貌去其实也很正常，谁不喜欢美女呢？但是喜欢美女是有前提的，如果因为喜欢一个美女而没有了自己的自尊，即便得到了也是与人分享而不能得到全部。我不建议这么说。为什么不是呢？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哥哥在做斗争。不，在我看来就是分享，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真心都给你，你承认吗？我能明白你意思。那不就是了吗？但这会儿又要面子，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女生会立即做出改变，对，因为这需要一段时间。即便她自己想改变了，她身边的那些人还是会流言蜚语，类似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类似于太不匹配，类似于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谣言肯定不会禁止。你受得了吗？我受得了。你真受得了？为了他，如果要是他要真的为我改变的话，我想我会。如果下次还有男生约他出去的话，如果还出现刚才你所说的那个画面，当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路过你身边一言不发跟你没话可说，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场景你怎么做？那他永远见不着我了。说话算数。算数。真算数。算数。漂亮有什么？漂亮始终还是要老去的。如果漂亮能够说只供你一个人欣赏，他只专心对你一个人，那我认为是值得的。如果要与人分享，打死也不干。你说呢？对。你好好考虑一下，就这样。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一个底线，你的底线是什么？守住就好。所以你们俩仔细掂量掂量，因为说爱会太虚无，感受会变，想想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如果一段感情连底线都会被突破的话，不要它倒也好，找一个底线一致的人不是挺好的吗？好了，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六十。我知道我有时候是做的约束你，约束有点太紧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我不想把你那都跟别人共享，因为我真的爱你。虽然说这次我提出分手了，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还是心里面舍不得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变的，一定会为我而改变的。我不知道咱们俩能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我只希望无论你以后是跟我还是不跟我，麻烦
都改变一下了。为了以后你爱的人或爱你的人，请改变一下自己吧。我会变的，我会努力为你改变。是我做的不好，我可能一直没有珍惜咱们俩之间这么长时间的感情，这是我的错。回吧，谢谢两位。来，请关门。看过了这么一段这个感情之后哈，每个人大概都会有每个人的一些想法。其实当最后当这个女生在道歉的时候，心里还是紧了一下。这一对，他们自己最终会怎样去选择？请开门。你真的决定为我改变吗？别哭了。女生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微信是吧？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电话是吧？能是吧？男生还查吗？不会了，我相信他。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有请。你看这保湿的话要保湿一倍湿哈，可是爱拿什么去保呢？拿时间，拿生命。哦，你们自己的课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媳妇儿，我知道那头有可能说我约束你约束太紧了，我以后会干，而且我知道你也一定会舍不得我走的。以后那都我会好好改变我自己，好吗？我也会不改变我自己的。我一个大老爷们能让你给逼成一个像老娘们似的，也算是，你也算是那什么了。谢谢你。以后我继续为你洗衣做饭。好好的过吧，请回吧，祝你们幸福。